人生变迁，似水流年，爱的剪影，情的蔓延。我不在乎你的一无所有，我只在乎你的一心一意到白头。那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您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是张伟的告白时间。这么多年你跟着我受苦了，应该的。我现在想起来，特别是在我那次交通事故受伤的时候，那么多天你守在我的窗边昏迷过去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当时是你把我唤醒了，然后我醒了之后什么都想不起来，你一点点的告诉我这是谁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，然后唤起我的记忆。你对我的这些点点滴滴我永远忘不了。更可贵的是你给咱们生了一个那么出息的大儿子，是吧？我今天要重新向你求婚。谢谢老公。咱们已经爱走过了半辈子，那么我们的人生还要继续走下去，你愿意和我共同走下去吗？愿意。谢谢我的太太。来，既然戴上了戒指，我们刚才说了婚礼既然要办，基本的流程还是得走的嘛。好，现在我来问一下张伟，你是否愿意娶王阿姨为妻？愿意。无论青春，无论美貌，无论衰老，都至死相随。愿意。王阿姨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张叔叔为妻？愿意。无论贫穷，无论富贵，无论